你哋之中最大嘅其实系最细。做领袖嘅应该好似仆人咁，边个大啲咧？坐喺度食嘢嘅嗰个，定系服侍佢嗰个咧？当然系坐喺度嗰个大啲啦。但系喺你哋中间，我就好似仆人咁服侍你哋。喺磨练中，你哋同我甘苦与共。我而家要将我父赐俾我嘅光赐过俾你哋，你哋要喺我嘅国里边与我同席，而且仲要坐喺宝座上统治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即系冇叛徒啦。西门，西门，你睇下，撒旦好迫切咁求紧上帝，想试探你哋，就好似农夫西麦子一样嚟试探你哋嘅信心。但系西门啊，我为你祈祷，等你唔好失去信心。你回头之后就应该要鼓励你嘅弟兄。主啊，我准备好同你一齐坐监，同你一齐死。你得，我话俾你听，喺计提之前，你一定会三次唔认我嘅。以前你哋出去嗰阵冇钱冇行李冇鞋，有冇缺少啲乜嘢？冇，乜嘢都冇。但系而家边个有钱就要带埋，冇刀嘅就要卖咗件衫嚟买翻把刀。我讲你哋听，圣经话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呢句关于我嘅说话一定会应验喺我嘅身上嘅。你睇呢度有两把刀啊！好了，够了。